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俞伯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晓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雷鸣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就看看今天的四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结婚一年多了，当时说好的约法三章他一条都没有做到，这算什么？我天天上夜班，单位的事情已经很多了，回家还要伺候你，还有你养的那个小祖宗，成天就只会使唤我。我们是夫妻，我不是你家的佣人。那你上班累，自己不仅不休息，还天天躺在那里刷手机，我看你根本就是不累。我为你付出的你根本都看不见，而且我天天加班不就为了过年能回家多住几天吗？带你回我家，你看看你又是怎么做的。结了婚之后你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天大的变化，你给我的安全感现在根本就找不到了。你把我每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我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我是真的累了，没力气再跟你争辩了。有请这对嘉宾，有请。高先生29岁，来自天津，公司职员，有请。周女士26岁，来自天津，待业，有请。欢迎两位哈。现在孩子八周、需要做一下吗？不用。确定吗？确定。咋了？我本来结婚之前有约法三章，就是说哪三章？家务首先大家都一起干，这个正常吧？正常啊。然后做饭呢，我做饭比他好吃，那我做饭，但是不愿意刷碗他刷碗，可以吧？可以啊。可以啊。那你不做饭的时候也是我刷碗。现在我怀孕了嘛，闻不了油烟味儿，然后就让他做饭他刷碗了，然后他就不愿意了。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工作上确实，去年结婚然后才来的天津，确实工作不稳定，换了几份，但是我也想有份稳定工作，我也不是故意要换的。而且之前我也说了，女生肯定在这方面有一些弱势，我说要是到时候有什么情况你能养得起我吧，他说行，结果现在就挺监督我工作的。说的是事实吗？是。那咋了呢？你委屈啥呢？在家里哄好不就行了吗？哄不好吗？就比如说最简单的，拿一个最简单的我们煮方便面这个例子来说啊，你怎么能让孕妇吃方便面呢？对不对？没怀孕的时候啊，没怀孕的时候随便吃，然后呢怎么了？煮呗。要加菜。加菜正常啊。青菜。加青菜。加呗。绿叶菜。加呗。必须是那种小油菜。可以啊。加的没有不行，我不吃。我一直吃什么我都愿意吃点菜，这不有营养吗？对不对？还有就是做家务嘛，他就不做。我做了。那扫的地我还得再扫一遍，你做不做有什么区别？那本身扫挺干净，你非得……他不戴眼镜扫地，然后就是家里还有猫，家里猫肯定要掉毛，对吧？我也会掉头发。不是，什么时候养的呀？婚后养的，然后他，而且是他提出来报的，然后现在他就不愿意伺候了。那不是因为你喜欢，我多烦那玩意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晚上睡觉轻，那玩意儿晚上就夜猫子，吵得我睡不着觉。不还是因为你喜欢，要我能养那玩意儿？那猫这个谁伺候啊？一开始是我，后来那个猫怀孕了，然后就让他照顾的比较多。我觉得我以后也会怀孕，就让他先试一试，照顾一照顾。不是你的意思是猫怀孕了，你让他伺候猫？从猫的经验里发掘一些伺候你的经验，是这意思吗？我以后当时想，我以后肯定是要怀孕的呀。又不是丁克。我一说这事儿，我真的挺想笑的啊。那您知道，主持人，我上在家到工作单位距离比较远，我需要坐1个小时的公交倒地铁去上班。然后呢，自从猫怀孕之后，我呢中午我还得从单位跑回来一趟喂猫。那你干嘛呀？我回不来。然后呢怀孕呢，猫晚上，人说了晚上12点要喝牛奶。羊奶啊。羊奶不管什么奶，反正就是奶啊，还得给温，就是人家都
定闹铃都定早上的，早上八九点钟、七八点钟起来，我这定半夜十二点的喂猫。不是你要起不来怎么着啊？那就吵架呗。真的假的？爱说呗。那我半夜熬夜多不好呀。那我你那会儿不是没怀孕吗？那我睡觉沉，他睡觉轻，他能叫醒，能叫醒他，叫不醒我闹钟。这只猫半夜呢，他扒拉东西，他从桌子上给你扒拉下来，又开始玩。我呢还属于较轻的那种，就是晚上有点动静，我就能醒。但是那个猫呢，就半夜就这扑腾那扑腾，一晚上能醒好几下，很受不了。但是呢。给人呢还不让，那猫毕竟你养它是一个责任，对吧？我们当初是你想想当初咱们 是谁的责任呢？我们的责任，他说养的我喜欢，但他说养的，所以是我们的责任。还不是因为就是你是撸的责任，他是养的责任。没有，小时候我养的挺多的，我们俩是从这么大时候抱来的，现在养到了九斤多了，你不觉得很有成就感吗？不觉得，我很困，我觉得。猫后来顺利的顺产了，嗯，那你现在每天中午还坐一个小时的车回家伺候它吗？不会，白预言了，你看看。那我中午我自己能做饭吃，我就不用它吗？啊，行，还有啥？然后就是你看刷个碗，然后碗里有好多水，然后它都不倒，就是扫地也扫不干净。哪有好多水？那除非我每刷个碗，我还用纸巾擦一下。那你都在家待一天了，你干细致点不行吗？我在家待一天，我前一阵是晚班比较多，所以我白天在家。白天在家呢，我是属于那种作息比较规律的。一晚班呢，我白天我睡不着觉，肯定是头疼难受，分散一下注意力，看看手机啊什么的。他就觉得我在家看手机不干活。主持人，你说正常人白天如果正常，肯定是要睡觉补觉的，对吧？那他说他睡不着，那难受的是话上是不是应该躺着待会儿歇会儿？他没有，他抱一天手机，抱手机也是躺着抱手机吗？要一般人肯定就是躺着歇会儿，哪怕睡不着眯会儿呢。他抱一天手机他不嫌累。所以那您给他安排的什么工作呢？就普通的家务啊，还是那些什么扫地拖地啊，晾衣服。还说呢，他洗衣服洗完了晾，他拿完衣服他不拿毛巾，我让他摘衣服他不摘毛巾。是你好。那洗衣服兜都不掏，我一整盒烟刚开封一根没抽呢，直接没了，这洗了。那件事我跟他道歉了，而且我说以后我也注意，对不对？你也不能一点错都不让人犯呀。那你说摘衣服，我让你摘衣服，你不摘毛巾，那我让你吃饭，你咋知道吃菜呢？没菜吃不下去饭呢。怀孕前怀孕后一直就这样，然后衣服能在外边晾一个星期。不就约法三章没执行吗？啊。对吧？没有按照约法三章的来吗？嗯，他做什么你都不满意吗？是不是这意思？婚前都说的好好的，然后现在就挺没有安全感的，说什么都做不到。那你说我又有孩子，更没有安全感了啊。然后所以他要买房，写他的名。你们结婚的时候没买房是吧？买了，我婚前买的，写的是我的名字，嗯，我父母出的首付，我们俩还到一块，啊，他非得要卖了，重新买一套，因为还贷款期间你不可以加他的名字。他就想卖了再买一套。不是我非要卖，是你说要有钱你买二套我也可以，但你不是没有钱吗？那买二套那回我老家买去吧，那肯定买得起。哎，你们在婚前有没有说房子的事儿啊？婚前房子他挑的，因为就买房的时候我俩已经没结婚，但是我们在一起了。嗯嗯，房子还是你挑的。嗯，现在你又要把它卖掉。也不是非得卖，你要有钱再买一套。那不没钱吗？你想想，你这么长时间，这一年近一年，你的工作，你想想你挣了多少钱？哪来的钱呢？不是我愿意要换的呀。我们房贷又那么多，对吧？那你想想，我是去年准备结婚，我才年初，去年年初来的天津。本来我在河北老家那块，我有份很稳定的工作，工作两三年了，就是为了结婚我才来的天津。我付出也很大啊。那个房子就是婚前买的，也没有我的名字，也没有我什么份儿。然后现在呢，你说他什么什么都做不到，婚前说的什么都好，现在婚后什么都做不到。我又有孩子，我工作又不稳定，那我什么都没有，对我也不好。我是打你了还是骂你了？对你不好啊？那你一点都不让着我，让你干嘛都不干。
我看出来了，就憋了一肚子，不知道该怎么说。你还有什么委屈？你可以说出来，没关系。就因为抽烟的事，我俩就吵了好几架嘛。啊，抽烟就别抽了，至少不当着面抽，别在家里抽。我已经不当着面抽了，已经就抽烟全部去阳台，去阳台抽，头伸到外面去抽去。这是对的呀。嗯啊，为了孩子。嗯，以前一天基本上不到一盒的量，现在定量一天五根烟。嗯，他把控着烟。啊，一天就给你五根，然后呢，如果哪块干不好，给你扣，五根变四根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呢，老家是东北的，嗯，然后呢，我基本上就是一年能回家一趟，有时候加班比较多，也是为了过年的时候能在家多待两天嘛，嗯，他倒好，回家的时候吧，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在他们家睡炕，东北都睡炕嘛，然后我基本上是睡床。确实是妈妈好心给我们烧的挺热的，但是真受不了，我都铺了三层了，然后我半夜都是被干醒的，然后白天也是被干醒的，然后咳嗽上火，我在他家待几天我上几天火，晚上睡觉的时候睡醒了都能喝一保温杯的水，真的受不了。哦，人家是说不适应环境，没有故意拉脸子，是这意思吗？对呀，而且他也不对呀，他我一想醒来他都不在家，你说我一个远嫁的，我到他家我认识谁呀？你过年总得有亲戚来串门吧。嗯，我谁也不认识，我不说话也不合适，我说话吧我又不知道叫什么。我一年回一次家，我肯定家里有一些朋友啊，发小啊，还有一些同学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定好时间了，一块出去吃个饭或者一块打个牌啊什么的，对吧？叫他起不来。嗯，他们那边都要晚上睡得比较晚，都十一二点才睡了，我早上肯定起不来。起不来那你就别怪我给你扔家喽。那你也让我回家也行啊，让我回我家也行啊。平时节日什么的节假日都回你家，就过年回个我家这么难吗？那过平时回我家是因为我家近，又不是说别的。对呀，你也知道是你家近。那过年我们家就因为我家近，我家就不过年了吗？你们俩结婚几年？一年。结婚一年。嗯。哎呀，这孩子来的有点早啊！听到现在就觉得啊。而且还有呢，就是你说我不跟着出去，就算我跟着出去，我有什么用呢？他们都在一块儿打牌，我又不会打；打麻将我也不会打。看着呀。那看着他们都在那抽烟，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抽烟呢，我受不了，就是看不见人的那种抽着烟，就都是烟雾给我受不了啊！本身我就咳嗽上火，你说还让我在那儿，也不好吧？都是二手烟，而且还打牌打到晚上，好晚好晚，你想提前睡也睡不了。而且就算我怀孕了，人家也不觉得说怀孕了就。哎，不是你那会儿没怀孕吧？你就回家的时候就怀孕了。那会儿没有，但那会儿在备孕，我就想让她戒烟啊，她就觉得备孕不需要戒烟。嗯。然后想让她减肥，让她那个运动运动，她觉得不需要。然后就是想做个，本来疫情嘛，做这个体检就比较困难。嗯。我是说，那就先查查有什么项目，对不对？都是我督促了好几次她才查的。我觉得本身怀孕这事女生就比较辛苦，那男生就多做点别的嘛。他也不去查，都是我俩都吵了几架了，吵了两三架了，他才去查这些东西。有点太早，我觉得。你是不太想要呢，是吧？要肯定想要，但是那会儿是没有呢，就查这查那，查这查那，我觉得稍微早一点。你就行，这就听懂了。啊，生活里面各种矛盾嘛，就结婚之后，实际在第一年的新婚磨合期里面。日常生活的磨合里面是觉得男生可能做家务做不到女生的心坎上，男生可能觉得你怎么做他都不满意，是吧？然后回到老家之后又觉得在习惯上面格格不入，双方有一些意见和冲突，对吧？因此就有男生说的现在要求买房子了，是吧？房贷一个月还多少钱？4673块一毛。4000多。对。您在一个月工资多少？我现在一个月工资不到7000左右吧。那您一个月工资多少？嗯，不是很稳定，有时候两三千、三四千这样吧。所以他肯定会在意你有没有工作呀，因为家用不够了呀。对，对吧？小5000块钱才挣7000，
说白了一个月是1000多块钱两个人的生活费，现在你又怀着孕又要添丁进人了，这肯定在意你工不工作的事儿啊。你有没有体谅到你老公的那种心情？其实他也挺着急。我能体谅，但是那你这时候换房子是为了什么呢？那他要是对我好点不也可以吗？他又对我又不好。不是，他到底对你哪儿不好了？你一二三四你给我们把它列出来，我们批评教育他，那就改造他。就比如说那个我有时候让他扫个地拖个地，我就会多嘱咐他一句，然后呢如果我说话语气他觉得我不好了，他就会数到我说，那你看你这语气，那我肯定不乐意。啥事所有家务事都是你把这个干了，你把那个干了，你把那个干了，喜欢指挥你。对，他是发号司令的，我就是去劳动的。嗯，你做不好挨说生气。做好过吗？可能在他那儿吧，最高分就是及格。然后发现怀孕之后就更加变本加厉是吧？要求越来越高。他说我都指挥他干，实际上是因为一开始怀孕又就是需要多休息，然后我也闻不了油烟味，所以才不能做饭的。他就挺不忿的，他虽然他没明说，但他可能就是觉得你就怀个孕，你有什么不能干的？但是他不能理解我怀孕的辛苦啊。我知道怀孕挺辛苦，但是也不能说因为怀了个孕就把自己当太上皇了呀。这个大概是在孕期期间女性和男性的一个心理反差，就女性觉得我怀孕很辛苦，我应该被得到更多的关照。男性其实也在做更多的关照，但是男性发现这个要求总是得不到满足，所以男性有抱怨。我现在能够充分的体会到了，就是一开始就玩命的追的时候许了很多的空头支票，他认为结婚之后这个支票，对吧，这个支票逐渐的就可以消化，哪想到马上妻子就怀孕了，这就相当于不仅有了尚方宝剑了，对吧，同时规格马上又提高了。这时候女性就希望在这儿一次性的大幅彻底把这个男人改造和征服掉，然后男人就很痛苦，男人一痛苦表现出来的情绪，女生觉得不对呀、啊，我这怀着孕呢，我怀着孕都敢这样对我，我这娃要生出来你得怎么对我呀，没有安全感、啊、怎么找安全感，你得给我买房子，那握在手里的才是自己的。你看你看你看，来吧，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好不好，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从你们家养猫，我想到你们即将到来的养孩。吵架呀，所有看起来表面吵的事儿，核心吵的都是这个人对家有没有真正的上心。您真没有对你们现在这个小家庭那么的上心。我就说一个关于婚前你们签家务劳动协议这个事儿，但凡你是个很勤快的人，但凡你特别主动的做点家务，但凡你主动分担一点，作为你的妻子绝对不会跟你签这个协议的。为什么要签？因为他知道你不搓就不动，你搓一下动半下，所以他累，所以你会觉得很烦，因为他不停的每天在你耳根子旁边唠叨唠叨的，你没有主动起来，所以你特别的被动。因为你一旦被动起来，他的感受就是我老公给不了我安全感，因为这个家他好像随时不把这个当家，他随时好像可以撤。第二个，关于过年回你家的事儿，是新媳妇儿第一次去你家吧，跟你家那些亲戚朋友熟吗？一定不熟。我们都是做过媳妇儿的，我第一年去那个家我肯定不熟，谁我都不认识，但是谁能带我认识？只有我丈夫。如果我的丈夫愿意主动的带我去一个一个结交他的朋友，一个一个带我去认识，我不会觉得生疏，真的是住不惯那个炕吗？可能。但最重要的是，到那儿去了以后，我既人生地不熟，我内心当中也没感觉到我被我老公给爱了，所以难受嘛，各种找茬嘛，晚上睡不好了要喝水，然后白天呢嫌你那儿烟味大。如果你真的把他带去以后跟朋友一起吃饭，吃完饭说媳妇儿，我们俩打一下牌，哎，抽烟你看你要是不行你出去逛会儿，安排一下，你给他安排妥妥当当，他还会那样吗？所以男方好好想想，为什么你
你老婆在这里不停地抱怨你，为什么她一直说没有安全感？因为你真的不愿意去跟她主动解决问题。所以结婚了，两人互相体谅体谅，别再彼此嫌弃了。嫌弃只能换来的就是不幸的婚姻，但是彼此体谅就能让你们婚姻才过得幸福。谢谢周老师。雷老师，4673.18元，我记错了吗？没错吧？然后你每个月挣7000元，对吧？然后你每个月大概2300元用于家用，我算的没错？对。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逻辑正常的人为什么要买第二个房子？你逻辑正常吗？我觉得正常。好，正常的话，一定这笔钱由别人出。买第二套房子的首付的钱由谁出？嗯，他想拿那个彩礼跟陪嫁。啊，他想拿，你不同意，你认为由谁出？因为要求是你提的。就是，那就把第一个置换一下嘛。要把第一套房卖掉。那我就奇了怪了，这个逻辑上又不通了，为什么不把第一套房加你的名字呢？加不上。现在为什么加不上？规定你贷款，有贷款就加不上。有贷款就是加不上是吧？没问题啊，签协议啊。作为出资方，作为房屋首付的出资方，你的爸爸妈妈在协议上签字，作为现在房产证上的署名方，你在上面签字，作为受益方，你在上面签字。贷款结束与否不予考虑，如果婚姻关系不能存续，这个房里面有20%是他的。这个之前的，而且你提这个要求的时机我也觉得好奇怪，婚前不说可以谈吗？可以谈，婚前不说，备孕时候开始说，然后怀胎两个月了，站在爱情保卫战的舞台上，是要挟卑卑以令诸侯吗？婚前他对我挺好的啊，婚前他对你挺好的。在意这一点。那婚前对你挺好的，结婚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承诺？我们就以这个承诺把婚姻继续下去哦。所以他没变卦，你变卦。为什么？你要是说他扫地扫不干净，他对你不好，评价全在你。他对我多好我都可以，你就是对我不好。所以我要变卦。所以现在，哎呦，两个月了，房子再买第二套，这就是这件事儿你特别不讲理的地方。他对您好与不好是您一言堂。我有一点，他对你应该不错，因为那猫是你喜欢，所以每天中午他都要回来喂猫。喂猫的路上的时间成本是2小时往返，没错吧？公交倒地铁。然后他能喂那么久，就这一点我觉得他在家应该不错。但是咱就说你就是对我不好，爱咋咋地，第二套房讲理吗？所以我充分怀疑您想挟卑卑以令诸侯。也没有。还是我问您，那协议可以签吗？这时候能跟爹妈商量商量吗？孙子或者孙女都快出世了啊，都快降生了，这儿媳妇儿是铁了心跟我过的，咱能签这么份协议吗？可以。如果你说这份协议他就不签，我立刻支持他，第二套房必须要。如果你说这份协议可以签，您那第二套房有什么必要？就是他们老家那边觉得签协议那是他的事儿，谁的爹妈谁搞定。他刚才点头了，可以吗？可以。看见了吗？这回确定吗？第二套房还有必要吗？那就可以了。哦，可以了是吧？核心问题解决了，他们家那边他去搞定，好吧？行。你要不要坐会儿啊？没事，没事，真没事哈。没事，因为我可能向着你说的就这一句话了。作为同为女性，这个经历过怀孕，就我可能向着你说的就这一句话了，因为从头听到尾。我真觉得您这个做的有点就没边儿了，就按照你说的这套方法下来，我觉得我要是一男人，我心里就想他是要奔着跟我离婚吗？最后这怀着孩子就要套房子，然后最后再不要孩子，就我可能有点腹黑，但我脑当中又刚才突然闪现过这样的概念，为什么就在此时此刻非要要一套房子，上面还得加上您的名字，然后你告诉我你有安全感。
那这房子能给你安全感的话，你要这婚姻和我干嘛呢？人都丢了，留一房子，那你爱的是我，还是爱的是什么？那他要对我好也可以，你总得有一样吧。如果一个男人对你不好，你要做的是转身就走，而不是跟他要套房子吧？嗯，这是正常的逻辑思维吧？嗯，您现在反而是，哎呦，这男人对我不好，我得怀个孩子，我才要套房子。就是说你对我不好，我得要套房子我才跟你离婚，那你的目的还是离婚呢？嗯，是有了孩子之后我才提的，我觉得这样对于孩子对于我都，这孩子跟他没关系是吗？不是，有肯定是他的呀。对呀，那为什么对于您和孩子呢？这孩子不是你们共同的吗？你要相信这个男人是爱你的，你要相信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有他吃的就有你吃的，有他穿的就有孩子穿的，这是正常人的思维。如果这个男人真的对你不好，不好到极致，你觉得这个男人不值得我跟他在一起一生一世，我转头就走，我跟你离婚，而不是说来给我套房子。安全感不是房子给的，安全感是自己给你自己的，记住了吗？好，谢谢。谢谢莎娜老师。其实我听的最心凉的，我说直接直观感受啊，我听的最心凉的就是一个人一段婚姻不如一套房子，真的，就我听到的所有感受就集中在这个地方，其实挺可怕的，真的这是特别可怕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就是这个男人到底做了什么让你那个，我听起来也没有什么，好多话其实憋在心里，我都不想说了，我考虑您在孕期啊，我不想说，就是咱学会珍惜身边的这些东西吧，你得感受另外一个人的不容易吧，以后不要在这种生活细节里面太挑剔了，差不多就得了，哎呀真是急死我了，好好好好好生孩子去吧，好好调整一下心态吧，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哎都不容易啊，日子不容易啊，加油吧兄弟，我一想一个月2000多，三口人的日子你得加油啊，这个时候是彩礼和定金发挥作用的时候了，要给这个家庭输血了，你们自己考虑，一起进入真情60秒。亲爱的，我以后我会好好的达到，努力的去达到你的要求，然后呢我们一起好好的过日子，好吧，但是也就是你要对我好点，别的也还好。好的，然后我们一会儿回家吧。行了，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请回，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咨询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小心被骗，小心被骗，看他们俩的选择吧，请开门。快去吧，别抱啊，小心，小心肚子。你们一定得想我们是幸福的，不能想说我生完娃我们俩就离婚，离了婚我就拿房子走人，你要那么想鸡飞蛋打。还有一个，不要放大它，不要放生活细节，莫放大，拿生活细节一放大，放到那个放大镜底下，没一家是幸福的，就还是那句话嘛，谁家锅底没点灰啊，徐小鹏是不是还很多灰，很多灰，对不对？对，时间越长灰越多。对呀，这都是这样的嘛，对吧，薄红兄？而且我们南方的灰和北方的灰还不同啊，你们是黑灰还是灰灰？我们白灰多一点，白灰。啊，来吧，接下来一起见证谁这对年轻夫妻准爸妈的浪漫时刻。来，各位。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ing something
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夫妻快乐，一起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觉得我Yeah. Please tell me that I can't, that I won't, that I fail, that I'll never make it out, yeah. Please tell me all the bad, never good, fill my head full of every single doubt, yeah. Please say any negative thoughts, I pop off when I hear people say I cannot. I get off to the thought of proving everyone wrong. I won't stop to the top, so you better back off or get lost. I'ma stay loud, stay proud, never running out, never heading south. I'll be spreading out, call it word of mouth, can't put me down. I'll be getting loud, you can have it doused, not what I'm about. Have your f***ing clout, it be raining now. I keep making sound, go another round, bitch I'm legend bound, can't stop me now. You don't wanna f*** with me. A slow burn like a disease.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and I'll show you things that you couldn't believe.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Just tell me. 说加个好友呗，我俩就加了嘛。后来我就是放假出去玩了，他正好搁那工作嘛。去哪玩？就去上海嘛。去上海玩。对啊。然后他正好在那边工作，他就给我发微信，他说哎，那咱俩出来吃个饭呗。我就说啊，行啊。我跟他去了嘛，去了之后就感觉他这人还行嘛。后面我就在微信里边聊的，然后就慢慢他就开始追我了。你在哪儿读书？我在天津。那你现在到天津工作了？对，我跟他就是认识完之后我一直很喜欢他，然后我就跟着一起过来。哦，为了追随他跑到了天津，是这意思吧？对。谈了多久了呢？其实也没多久吧，也就刚在一起就几个月。现在才几个月啊？就是他跟我在一块之前对我可好了，然后在一块之后他那脸翻得可快了，就态度也变了，开始敷衍我了。哦，也没有啥仪式感了。怎么就没有仪式感了呢？就那个你还说呢，就你刚刚开始追我的时候送礼物，什么过节大节小节的，要么送花巧克力啥的，要么转账。那现在呢，礼物也不送了，啥都没有了，节日快乐你都不说，就好像这节日跟咱俩没关系一样。你就觉得咱俩在一块儿了之后就没有送礼物的意义了呗。啊，就是钓到鱼了就不再下饵了，就这意思。前段时间不是给你买了一个小礼物吗？你那送的是啥呀？你啥时候送的？反正给你送了一个小牛肉干嘛，你不是喜欢吃嘛，然后给你送，这不算礼物吗？主持人，你知道他说的是啥吗？你，我俩一百天纪念日，他送我这么点儿一袋牛肉干，那这也太不在意我了吧？你们也太把这个当个事儿了，你知道吧？人别的女朋友都晒啥？那朋友圈晒的都是花、口红、香水、包包啥的，我晒啥？我晒一个牛肉干，那合适吗？他就有啥不合适的呀？一人吃一半多浪漫啊。我觉得他太小气了吧。之前也送过好多，我应该觉得我不算小气吧。我之前送过什么说？之前送花呀，送吃的巧克力呀，还有带去吃什么火锅呀，吃东西。这个充分告诉大家，追的时候不要下血本，追到以后再下血本，结果是不一样的啊。他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光给你送点牛肉干什么，能追到你吗？追不着呀。你看看一开始送那个，所以你看这姑娘，就现在的姑娘也太实在了，你知道吧？你送东西就代表爱嘛。算了，不说这事儿了，接着往下说吧。就是他不是平时都挺忙的吗？一周就休息一次。哎呦，真辛苦。然后这一次他还用来打游戏，都不陪我，一打一整天。你看工作一周啊，好不容易有一天休息了，那我肯定是想哎跟朋友们玩玩游戏啊，或者是在家休息休息。那你就是跟朋友打游戏就是休息了呗，跟我出去就不是休息，就累是吗？游戏就是重要是吗？那我跟你出去你都是去要么就坐很远的地方，要么就那地方特无聊也没啥可玩的，就搁那坐逛一天，逛一天完了哎就跟我差不多上一天班，特别累。
那我就想着你好不容易才休息，我每天都联系不着你，给你发消息你都不回，打电话也不接，就那一天我就想咱俩好好相处一下，有错吗？是没错，但是你也得为我考虑考虑，你看我那么累是吧，而且之前也有陪你去玩过啊，上次吧就看电影，到中间他去上厕所，上厕所回来他找不到我们在哪个位置了，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你说电影院里面是吧，电影院里面不能吵，影响到别人，我就没接，我就给你挂了，我给你发消息，发消息说你在哪儿，举手一下，我过去接你啥的，你也不看手机，然后就搁下面喊，喊啥？喊我名字呀，就在电影院里面喊啊，莎娜，我在这儿呢，是这样吗？那时候太黑了，我都看不着，我不得喊一下，知道他在哪吗？然后看完电影了，他又抱怨不接他电话，然后还生气。那我找不着你，我不得给你打个电话啥的吗？再说了，你之前你跟我在一块的时候，你找不着我，你都可着急了。你现在你这啥样了呀？你就开始凶我，你之前都不凶我。听明白了，女生现在说的最核心的东西是，我觉得你在追我的时候和追到之后变了。是这意思吧？对，我来问问男生哈，这个追到女神之后，跟她相处了这么短短的几个月之后，你对她的印象有变化吗？也有变化。有什么样的变化？你跟我们说说。之前她很可爱很温柔，然后现在也是特别凶，脾气特别大，你干的什么事儿不好，她就开始搁那说你或者骂你了。那人家不都说吗？就说就是坏情绪都是会给自己爱的人，然后在外面不会展示出来。就在生活习惯上什么，你觉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之前觉得他挺勤快的，现在他特别懒，就懒到什么程度，就饭都不想吃，就懒得吃，叫他出来吃他说哎呀不想动，然后去叫他去食堂吃吧，他也说哎食堂太远了，下面冷。那食堂离我宿舍多远呀？我宿舍还在六楼呢，我爬下来去买个饭我还得上去，那天多冷呀，这么长时间不累吗？那你多穿点衣服就好了，你就是懒啊。哎呀，这姑娘呀，看电影找不着位子，下楼吃饭嫌累是吧？她有一些破事儿。什么破事儿啊？就做了，她总是做一些就是我理解不了的事儿。比如说上次我俩不是出去玩吗，我说我洗个手你等会儿我，而且旁边也没有啥纸啥的，我擦不了手嘛，我说你等会儿我甩甩手咱俩再出去嘛，然后他非不搁那催我，一直催我，我都说你等会儿我，然后他干嘛了，他要去厕所把手也弄湿了，回来跟我说啊我手也湿了，咱俩一样了，可以出去了吧。我也 get 不到这跟爱不爱有什么关系。我首先我第一个问题啊，手湿不湿跟出去为什么会矛盾？因为它天气冷嘛，然后我手要是湿着出去它就会就是长那些冻疮啥的，我就感觉那啥嘛。哦就是这时候不能放兜里。然后那他也把手弄湿了，说那现在咱俩一样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一起等干了就可以出去了。我就觉得他很奇怪呀，那我要的是他把手弄湿吗？我要是他给我擦一下手，或者等会儿我。他的逻辑点在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觉得你们学校给你们安排的食堂远，你是怎么吃的东西呢？就有时候会让就是宿舍的舍友带嘛，就带宿舍吃。那还有时候呢？就很少出去吃。就宁可饿着。反正就是太懒了嘛，女生都懒嘛。好吧。就谁说女生的，就之前给他买很多零食，他就吃零食之类的啊。还有什么奇怪表现？就还有一次，就是他正好公司年会嘛，他跟我说，就说你跟我一块儿去吃饭吧。我说那行呀，我跟你一块儿去。去之前我就知道是要喝酒嘛，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掂量着自己酒量，别喝太多了，到时候咱俩咋回去呀？然后他就说敷衍的说，嗯行。到了之后一直喝一直喝，给自己喝烂醉，我都拽不动。然后那天还过年，车都打不着，再加上下雪更没车了。他逮哪儿往哪儿一躺，搁那一窝，我就死沉死沉的，我都拽不起来他。要不是路上就是碰见他们同事那个人，
我都不知道咋把他弄回家了，我当时就应该给他扔路边上不管他。过年嘛也高兴，然后领导也过来敬酒，那不能不喝吧，后面真的想不到打不到车呀。那还有一件事呢，我当时也挺生气的，就有一次我用他手机就是录那个歌嘛，他里边就有一个署名，我点进去了，点进去了之后我一听一个女生的声音，我当时就觉得挺奇怪的，我拿着手机我问他了，我说这女是谁呀、啊？为什么在你手机里边？他跟我说啥，他就说就一个普通朋友啊，你到现在都没说清楚这咋回事呢。那就是一个普通朋友啊，还能有什么事儿？人家拿你手机又不知道你密码，你不给开他能开开吗？那我当时在玩电脑，他过来说借用一下手机，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就给他了。人家要有你手机你就给人家用是吗？你这么放心，你也不问干啥。那他借一下怎么了？那还要观察人家，哎，你干嘛了你干嘛了，我看你是无理取闹了。录的什么内容呢这姑娘？她还录了一首歌。什么样的歌呢？就那种比较流行的歌，我当时也不太记住是啥歌、就解释一下嘛，就是什么样的人拿你的手机在你的手机里录歌嘛，这很奇怪的嘛。就是我去朋友家玩，朋友的朋友嘛，就过来说、我跟他也认识，然后他过来就跟我说，哎，你手机借我一下，然后我也没多想，我就给他了。哦，我们信了，你肯定不信对吧？我不信。你们未来有什么打算吗？22岁一个人跑到天津来，妈妈知道吗？我妈本来是想让我找一个本地的，但是我有自己的想法嘛，我就想，哎，我找一个我自己喜欢的。这个是你喜欢的吗？对，我跟她商量，就说了，就要以后等她毕业了，带她一起回老家发展嘛，给她找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回广西。对，你愿意回广西吗？去广西吗？我肯定不愿意，而且我俩在一块之前，她这个事儿都没跟我说过。就是我俩在一块之后突然这样跟我说，我都没有准备。If it moves, gotta grab it. Fuse like a magnet. Lose, won't have it till I'm doomed in a casket. I ain't playing, got a weird mind. If you work 8 hours, I'ma work 9. If the shit tastes sour, you should taste mine. I'ma stay in power for a long time. Get up, nah, I ain't a quitter. Toss me the ball, I'm a really big hitter. Big picture, I'm a straight killer. Rising the song to the highest bidder. Got juice, got gas, I'ma move fast. New shoes, new tracks, like who's that? I'm new, come back, better than last. Yeah, it's a new me, never gonna look back. I'm never gonna look back. Cause damn
less. You move slow and I move fast, and that's facts. Only I can make a change. Slowly take a step today. I will never be the same, 'cause that's what it takes.的你所谓的爱情是单方索取，我懒，所以我要求别人去给我打饭，懒得光明正大堂而皇之了。我懒啊，女生哪个不懒？所以因为我懒啊，所以我不需要自己打饭，别人给我带就好了。第二个，你贪，哎，别的女朋友都是有男朋友送好东西送花都可以秀朋友圈，所以我也要秀。你谈恋爱是拿来秀的吗？所以对于你的男朋友来讲，他可能之前的确给了你很多，现在如果给不了，这不是成为你跟他争吵的理由。同样对男生来讲也是一样的，你以为恋爱就是买买买就可以得到啊？你把恋爱当啥了？巧克力鲜花啥都给完了，追到手了，终于开心了，人还跑来，你真的以为爱情是单向奔赴就可以得到的呀？所以你好好想想刚才主持人问你那句话，你是真的想跟他结婚吗？你是真的在这段关系当中得到你想要的爱了吗？你真的确定这个女人就是未来一辈子你要过日子的人了吗？你没想过那么远，你只是想他能不能被你带回家而已。所以两位年轻人，我奉劝你们一下，要谈恋爱重新好好谈一下，但是千万记好，恋爱是双向给的，这叫恋嘛，彼此给予才是恋。所以如果你们两个还没有真正恋爱过，就不要再谈未来要去谁家的问题，太远了。谢谢周老师。雷老师，那个我老觉得这个单向奔赴的不够，你就比如说女朋友她就是懒，就觉得学校的食堂远，就是不愿意下楼去吃，男朋友就应该叫份外卖送到你宿舍吧？对呀、啊、对吧？你叫了吗？没有。没有叫外卖吧？你觉得这个时候女朋友就是不愿意下楼吃食堂，你应该叫份外卖给她送到宿舍吗？嗯。应该吗？应该。天作地设的一对。怎么了？怎么有问题吗？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问一下。没问题。在那个晚上，就是你们相识了100天，你给他买了一包牛肉干，对吧？对，他喜欢吃。啊、嗯，你满意吗？不太满意。然后呢，你的女朋友说，你一到了休息日就不陪我，终于有一个休息日，你的男朋友陪你去看电影了。然后看电影的结果，你对他陪的满意吗？不满意，他那天凶我。对了。你怎么可以我去上厕所你不陪着我一块去呢？还让我一个人去卫生间，然后回来在电影大厅里找你，然后你还敢凶我，然后这个过程我还是不满意。然后我就问一下，他怎么做你满意啊？就多在意我点，多考虑一下我。他还得怎么在意你，还得怎么考虑你啊？那我就觉得他变得太多了，他好像没有那么喜欢我了。兄弟啊，我问一下，你觉得追这个女孩难度高吗？之前觉得还行，但是现在觉得挺高的。高是吧？高是吧？好在你们俩还没结婚。咱们真要是打算娶一媳妇儿回家的话，咱们能不能找一难度低点的？如果有一个人你哄了，你注定哄不好。你哄他干嘛呢？他在宿舍犯懒，
我饿着也不愿意去楼下学校的食堂，你就应该叫份外卖给姑奶奶我送到床头，伺候得起吗，兄弟？伺候不起。姑娘，她是独生子吗？你是独生女吗？是。你现在能理解她真的不想跟着你回广西了吗？你能理解她有多坚定不给你回广西，最少等同于你有多坚定你要把她娶回广西，懂吗？明白。咱找一难度低点的行吗？我不说你们二位谁对谁不对，都这么年轻，但是有一点，你们俩真的相处起来难度好高哎。兄弟，咱哄一哄得好的人好吗？你做得够多了，到如今是不是也该想想有没有别的选择的可能性了？是该想想啊。我说完了，谢谢李老师。山大老师，你俩这恋爱谈的就是个笑话，你比男朋友，比送的礼物，比朋友圈晒什么东西，你怎么从来没比过自己呢？你觉得一个可以在电影院里面大声喧哗的女人能找到什么样的男朋友啊？自己是什么样的就会找到什么样的人，自己的素质是什么样的就会碰到什么样素质的男朋友，自己的内涵是什么样，自己的眼界是什么样的，自己的格局有多大，你对方匹配的那个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对他种种的要求，对他种种的不满意，你应该先看看自己几斤几两。伸手要来的关心少了真诚，伸手要来的陪伴少了温暖，伸手要来的爱那就不是爱。你们两个人其实都一样，一个说陪女朋友逛街比自己上班还累，一个男朋友叫着下去吃饭说天太冷了不愿意去，所以你们俩还谈什么恋爱呢？相爱的人是恨不得每分每秒都跟你在一起的，而你们两个人相见不如怀念，所以就算了吧，恋爱这事儿算了，但是咱做人可千万别算了啊！谢谢，谢谢山大老师。现在也挺奇怪的，就是年轻人把恋爱当成一个秀的标配，叫秀的标配。就恋爱应该是生活的一个必需品，但是你们不能把恋爱当成一个秀的标配。所谓秀的标配是什么？我的男朋友帅不帅是可秀的，我的女朋友漂不漂亮是可秀的，对吧？这个还好，一直以来也都是这样的，谁找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不显摆一下？I feel nauseous, believe me. Never had a lot of shit come easy. Had to work hard, struggle just to be me. Had to rise up just so they could see me. Did what I had to do just to feed me. And what was left over I put towards my dreaming. But the only thing in life that has meaning are the things you gotta work for, believe me.Into your hands a plan, your own hands can land your own brand. And damn, I feel like no one takes accountability. They want the credibility, convincingly unwilling to put in the hours it takes to get some power. Don't be f***ing sour, take a cold shower. Scream until you're louder, work until you're prouder. And f*** all the doubters, they're just your downers. I swear to God they all let me down. I always fought just to wear the crown. I'm f***ingOff at these f***ing clowns. Hoover up, taught they deserve an ounce. It's only worth it if you work for it. It's only worth it if you work for it. I won't stop till they hear me now. I won't stop till I wear the crown. Are you willing to go bleed?
I swear to God they all let me down. I always fought just to wear the crown. I'm f***ed off at these f***ing clowns. Hoover up top, they deserve an ounce. It's only worth it if you work for it. It's only worth it if you work for it. I won't stop till they hear me now. I won't stop till I wear the crown. I swear to God they all let me down.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为你解冻冰河，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谢谢两位，请回。再一次感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